大家好，我是瑜伽主播木叔。那么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神曲啊，神曲的名字叫做《鱼跃龙门》，是我们瑜伽的战歌啊，也是我们瑜伽的主题曲。那么也希望大家每晚这个十点钟准时守候在6600啊，6600，谢谢。有一种吸引力在这里我们相遇，有一种凝聚力让我们成为了兄弟。哦哦哦，今生今世不能忘记，无论狂风暴雨，每一次面对难题，我们同舟共济，联手撑起这片天地。是你们给我的勇气，回头看这一路走来，最初的那一片空白，在这里慢慢添上色彩。鱼跃龙门，我们看到最美好的未来，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代。我们在这里成长，慢慢变得坚强，有过太多的感动，你们在我身旁，那些心中的梦想我们互相担当，就像一家人，一双双的翅膀，我们扛起属于我们的辉煌。天有多大任凭我们飞翔，终有一天闪亮都是家脸为王。有过太多的抵抗，不要再次失望，前面太多的路还要接着闯荡，铭记那些欢笑都有你的分享，即使再多的痛苦也与难同当。时时刻刻我们要坚定信仰，瑜伽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场，绝对则强，人生的主场，我们无所畏惧，谁能够阻挡？狂风暴雨，每一次面对难题，我们同舟共济，联手撑起这片天地。哦哦哦，是你们给我的勇气。前的时代，鱼跃龙门，我们相信明天会更精彩，我们永远都不言败。Hey, yeah, 来，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感谢大家支持。瑜伽。